黄毛其实是整个梦日记中最有故事的一段。可是我觉得他的黄毛的梦境是我目前玩到觉得遇到最少怪物的梦境，然后画面也是梦境里面感觉就是最像。在还没有关灯以前啊，就是画面是最不像是噩梦的一个梦境。很多人觉得黄毛应该是做了什么让女主角很痛苦的事哦。这个梦境也算是把它解出来了吧？这边有一颗蛋，现在就剩下学校跟这一个，然后。我们在这个的关卡里面还有还没有找完的道具，我们再找一次，再找一次，我一定要把那个道具给找出来。对女主角很好，后来背叛了女主角。这边这个可以拿吗？哦，靠！真是居然真的有道具。奇怪，我怎么今天走这么自然？我上礼拜应该也会发现这个地方才对啊。不是用这个开的吗？该不会学校就是用这个东西开的吧？我觉得有可能是学校，也有可能是我再走进去一点。上次玩给假人玩捉迷藏的时候，给假人玩抱抱的时候，那边也有一个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机关打不开，我看看用这个东西打不打得开。我是无辜的。被报道。举双手赞成嘞！不能开，也不能用道具。
好吧，我把自己叫醒。我们去一趟学校。还好你还活着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啊？这在干什么啊？好，我们走下去。这学校也太可怕了吧！史莱姆中心抗议。厕所的钥匙。把手，
还在这里哭。死去！比嘎！啊，后面不能走，感谢雪人大大的 host。该怎么过去呢？这边的这个吗？真死去。这边后面是一个大洞。感觉要叠两个啊！哦，我懂，要叠另外一边是吧？是不是要把它叠这边？这叠这边以后。上面还有，上面有一
个。为什么我爬不上去？啊，上来了。OK。一起推嘛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力气真大，对啊，真是出勇。OK， 过来了。先看看左边好了。左边可以上楼。OK， 太好啦。对面。这边也有一个，一号。好像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，无底洞欸。欸，有声音。啊，我知道这个是让我再上去的，是不是？掉下来以后再上去。欸，可是推不上去。是不想让我再上去吗？不行，我上不去了。
我先走这边好了。啊，居然是锁住的。一样的地方，又是一个没有声音，跳起来，哎、欸，可恶，又上不去了。啊，这里是一开始的地方。只有这样吗？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这样哦。好吧，再走一次。啊，门锁住了，真假？哇塞，我这样怎么上去啊？哇塞，我上不去欸。为什么这边门会被锁起来啊？这边真的只是想要这样吗？太奇妙了吧！再推一次，啊！
用意是要让史莱姆通过。好可怜。我好在意隔壁右手边那个是怎样？为什么它会抖动成这样？好像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，然后为什么你就变？这是拉链的声音吗？是拉链拉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是到底是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听到少女在哭哭的声音，到底是怎么了？我擦去！橘色，好想打他。学校还有地方还没有解出来，还是有空白的涂鸦，还有地方还没有解出来。虽然以梦境来说，应该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里面好像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因素没有解到。再来就是医院，那就剩下学校和医院两个，然后另外就是一个锁还没有解开的梦。